所以我要把它种远一点。嗯，想想种哪里？哦，种这里。香香种哪里？啊，拿错了，一直拿斧头砍。偷摸，偷摸，再偷摸。我靠，我又没摸到东西，你在那边凶我。你村长骂了。你来跨屋。留下。你也在城镇里。你在家里也看得到吗？看得到啊，那他。哇操！做坏事都被看光光。没有错。我靠，又没有隐私权。没有。肩胛骨。OK。嗯，好了。来去找巫师，有一个女孩找巫师。啊，所以我要去找巫师。那为什么？因为我刚去找他，可是忘记跟他对话。我有，再多给你而已啊，这只是我的心意啊。你为什么不接受？兔子想要礼物，我还没送过他哦。没有，我有送过他。好坏。送了什么？嗯，我送你去搭车啊。好，可以。哈，不行。啊，你说什么？你在讲梦话吗？没有啊。刚断梦去啊，不行。怎么送我去搭车？对啊，你不是没有送你，我说我送你去搭车啊。才没，现在才不算的，什么东西啦？哦，要隔天才能找巫师哦。我今天白跑，我在冲啥？要隔天，你要。我要生气，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可恶！我要大吃一波。看骗钱商店哦。真不愧是骗钱商店，我刚刚逼花朋友了，很可爱啊，很可爱，可是好贵啊，250。What's called 台南雕？我还有谁没讲过话、啊？那个海边的长头发，艾利欧特，没有错。哎呦，真的这样叫？哎、欸，什么叫玩这個、感觉跟我一样玩《世纪帝国》不知道干嘛，就一直在装忙，没礼貌。不会啊，我觉得也没有一直好吗？我觉得挺中肯的，普通装忙好吗？我都至少玩《世纪帝国》的时候有一次动作啊，其他时候我一直有在做事啊，还是在上忙啊。你知道不知道《世纪帝国》怎么玩？请给我黄金，请给我黄金，请给我木头，拔木工拔。招惹是世界奇观啊！暴怒了，是世界奇观！哇，我黑呀！修来修去，修来修去，差点就没有得到。修来修去，修来修去，啊，对，修来修去。掉那么多阿里亚茶了，掉了！哦，掉了烂包子。有点饿。饭都要。对，我有。因为最近天气太热，吃不下。
那今天就比较，这两天比较凉，吃。哎，你有来挖矿吗？他有，有，所以他还是会升矿就对了。喂，可是很慢。很慢，那跟那个一样啊，他只能偶尔来挖挖。可以吃多一点。对啊，一直挖。那你现在要去吃宵夜了吗？没有。为什么？等一下再吃，我在挖石头，我怕东西跑进嘴里。你可以吃石头。哎呦，就说你不爱我啊！我吃土给你看。好。啊、他说不能吃，我按右键没有用。哇塞，什么啦？你到底是想怎样啦？你说啦，你说啊！哈，快讲屁话。不，放屁不是也要克制吗？晓得。我觉得秋风很扯。因为曲系冠军也要瞌睡，就把我的题目直接讲出来，因为他还没盖到那一题，如果那一题第一题就歪掉了，歪掉了，只好克他巨头水。对啊，那时候就说那巨头要不要瞌睡，他说当然要啊。客气。掉一堆绿藻哎、欸，我的妈呀！掉到我都没体力。一、二、三，好了，0%。嗯，好了，带了一些土回来。一、二、三、四，整个。好了，我先躺床，我去点餐。好。我也想要点餐。对，进广告，交给你了，拜。好的。哇塞！进广告。开到几点？我也不知道。吃广告了，各位观众们，吃广告了。大家吃起来。小雨那里的吃不到。对。我没有你那里的权限呀、yep ，我那里只有我有我的权限呢，居然呢、啊？嗯，我没有另外一个。那我把这次体力掉完，我就要回家了。嗯，因为之前阿谦常常忘记改标题。啊、所以我也有他那里的权限。了解。我丢了一大堆小嘴鲈鱼，回家呢？回家啦！回家，他走错路了，回家。怎么真心话出来了？没有啊，他就说他想吃石头，我就让他吃啊。吃起来。你不知道在是在哪里啊、嗯？就是有些人也是靠吃石头去维持盐分的呢。这是真的呢，要可以科普的呢。可以，因为有些动物也是。真的，不要以为石头不能吃啊。可吃，石头很重要的。有猫啊！太晚了，那猫不理我了。我每次出门前都忘记摸猫。喵！哎、欸，繁星是不是没按到啊？嘿，他没按到。完蛋了！赔钱了，赔钱了，赔钱了！赔钱了！那所以最好是都躺在床上了，还要罚钱，超怪。我没有睡在大马路旁边，还要赔钱，赔钱啦！可怜，可怜了。睡在昏倒在家里也要收钱了、啊？就是只要没有睡着，对啊，就当然好像没有吧。我记得是，就是你就是没有正常的躺在床上睡觉，不是就要扣钱吗？是这样吗？
我记得有分呢、欸，拔树吗？躺在家里没有啊？我因为我之前有昏倒在家里过，真的没关系，我们等下就知道了。就是差两秒，差两秒可以跑。一开门都趴躺在地上，吐倒，真好笑。一开门然后就昏倒了，这样子真的。大家都会就是玩久了就压底线。我刚、哦、睡了，睡了，睡了。刚我妈以为我是神经病，因为我说我肚子饿了。你用那个声音跟你妈。对，我说哎、欸，我肚子饿了，我要吃宵夜。我妈说啊，哦，我肚子饿，我要吃宵夜。妈妈觉得疑惑。波波有没有觉得疑惑？没有，我刚刚给她吃草。算了，今天都没运，不去挖矿了。等一下，我问一下，右边、左边那五个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他要用镰刀收，我怕到时候砍到其他的。那是什么？哦，干那个草捆吗？还是什么的？锅具还是什么？哦，种一点点就好了，有种起来有放着。你居然继续用这口音说话？对啊，太精彩！我忘记把那个台切回来了，开关忘记切回来。妈妈觉得疑惑，还帮我家狗狗抓跳蚤。我没有水了啦，你给我上来浇啦！等一下啦，我砍这棵树哦。你可以帮他喷百无一失啊。我家的狗呢？它常喷呢，那一直喷会出事吧？对啊，喷太多会出事。太好了。你想到你那个时候说你帮布布抹在他身上，然后我觉得他是拼命挤的。你说布布哦，不是啊，帮我家狗啦。百无是喷了，百无是吃了没关系啊，他只是你那都轻微轻微还好啊。啊，我家狗一天出门三次哎、欸。哼，我是说、哦、想到那个时候布布一直洗澡。哎、欸，然后怎样？很忙。哼，洗澡洗到自己跌倒。可以，很忙，可爱。洗个我的。嗯啊、好可爱，我不可爱，很可爱不？哎、欸，他真的很可爱，超可爱，给我注意个。怎样怎样？你要说什么可爱司机？我在等。什么可爱司机？他的可爱司机很多啊。快说快说。把东西叼走，屁股对着我。啊，不然就是。对啊，最一开始被他猛到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一个用金属环，然后环上面放那个碗盘，然后他就是会就是等饭的时候会从那个碗那个环下面穿上去，就整个像摇呼啦圈那样子，然后就整个站起来说我的饭的那种感觉。饭。他之后就是吃完之后，他就是他真的很喜欢顶东西，然后他就是一直顶那个碗，然后就把那碗顶掉。然后里面就是他吃剩的饲料就掉出来，忙吐的吐的，啊？你身上有花吗？花？嗯。什么花？蒲公英那些。嗯，现在没。哇，箱子里面好像还有吧？我会去拿，我会去拿，需要它，我需要它拿来求婚。嗯。哦，超多葱的哎，全世界最多葱哎。哦，很好啊，人家大学考试都要拜葱哎。可是那个葱超便宜的哎。你不是硬要拿来做酱菜之类的吗？很想啊，很想留着做酱菜，太便宜了。葱。可是想到。到要做酱菜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差那几块。对啊，是不是？你只是做了三倍葱而已，你只是卖了三个葱，卖了三根葱。就是说你干脆就直接拿去卖贵一点的果子啊！哎，真是的。葱我还好，但是我就是不吃它而已。讲屁话。啊！我要吃，没有，没有，没有，要送他礼物，在他面前吃掉，有没有？你不吃葱吗？嗯，能不吃就不吃啊。没啥印象。
会。然后就有人好奇说：“啊，你不是喜欢吃蛋饼？啊，你们不是有葱？”我说 ：“No， 我们那个蛋饼没有葱哦。”没葱的，好吃？没有啊，要看啊，就是那种一小圈一小圈的还好，可是有些煮面煮菜都会一大捆一大把那一种的。你说一段一段的，你不行。嗯，他没有切的那种葱末啊，那种的，那葱末那些我还好。葱段不行。对。嗯。早安。哎呀！我讨厌加很多葱的，对啊，我也讨厌香菜。我最近就觉得还 OK， 可是就是吃大肠面筋，我是直接就是一大口这样吞下去，所以葱的味道是觉得没吃到多少。大肠面线很好吃。对啊，可是我都吃青面线了、啊，就是没有大肠，什么都没有加，就只吃面线。哦哦，有点冷了，糟了，关掉又有蚊子来咬我，不关又有点冷。哦，我昨天终于发现为什么我房间那么多蚊子。嘿，因为你没开电。不是，因为我房间有一个落地窗，然后我一直以为我把它关好，然后我昨天想说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多蚊子，然后我昨天就去看，然后发现我右边关起来了，可是。左边它夹到我那个窗帘，所以那边根本就是开的。妈，就是我的整个落地窗是开的，你知道吗？哦，夹到落。前两天真的是被蚊子叮到，我快发疯。我就想说，怎么那么多蚊子？到底是哪里来那么多蚊子？嗯。然后我今天，我昨天晚上把它关好之后，我到现在都没有被蚊子叮。我现在觉得很难过，我被蚊子叮了两天。我以为是，我现在觉得很难过，现在都没有蚊子要叮我，我不要，我才不要被蚊子，我才被蚊子叮。小嘴如鱼，大嘴伤感情。小嘴，不是啊，我一直以为我有关好哦。你以为？对啊，然而并没有，只是我以为而已。现在讲话都正常了。不习惯了吗？来来来来来，要回去了，要回去了。对，我开关开回去了。吃大豆这样子。吃大豆 ，Sweet Chang。卖掉。卖掉！还有什么鱼？鱼解锁了吗？解了。是不是要太阳鱼啊？嘿，鱼我只放了那个鳗鱼。啊，还有什么？还有贝壳跟那个棒。棒。其他都还没放。棒。棒。哎、欸，我就这些吗？嗯，就只有这些吗？没有其他的鱼了。对。哎、欸，目前。哦，还没解开那个鱼缸，对不对？鱼缸啊，那是鱼缸的。嗯，那应该有很多啊。有啊。有吗？有啊。我怎么记得要太阳鱼？有啊，要啊，我只是说我已经放了。我说还需要什么？好哦，还需要很多，我定给你听哦。我刚才算了、欸，我听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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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你不要说我听不到，我听不到，我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有鱼的。哦，我上次就是人家半桌喜酒，就是有苹果片配那个乌鱼子。结果我只夹一个苹果片跟配味乌鱼子，我快咸死了。结果就吃了三片那个苹果片，就被骂说你要一片一个啊！我说不行，那太咸了啦。被凶被骂、欸，哎天哪！那么凶凶？对呀、啊。那么凶凶？超无辜。如果他上次好像一天吃完一半，然后隔天又吃了另外一半。然后就挂急诊了，乌鱼子吗？对呀、啊，他神经病哦、喔，那個、很咸呢、欸。对啊，神经病。而且那天我也把你送的那个
就是你不是有从那个西班牙带那个好梦。火腿跟那个起司，就对火腿呀。吃完了，剩起司，我就直接生吃那一颗起司，我干，超哦，我咸。超咸，也是要切片吃啦。没有，就是切片慢慢吃，可是就是放久不好意思，然后就大口塞到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太好大口傻塞眼！了。那就是要慢慢吃，当点心吃的。不是，它那个不是那种卤肉，是有点，要怎么讲？它就是点心啦，它可以它单很吃。咸，而不是那种人家那种起司粉那种的起司。它就是你是切薄片，然后一口一口吃，慢慢嚼去品味它，直接吃啃的。干不吃就被你凶。哇塞，哇塞，我讲错了你吗？我想错了，我讲错了，我讲错了。你说啊，你说啊，你评评理啊哈。在那边。你在讲那不边出话了哈。哪有？你笑什不么？在讲？我不吃，不在那边放到烂，慢慢吃啊。你知道那种是吃到你眼睛也会往上翻的那种咸吗？过咸这样。你现在去抓一把盐巴往嘴巴塞，就懂那种感觉。你想太多，你干还嘛有另吃外的成？方法会让你眼睛往上翻，你抓一把盐巴往你伤口磨一圈。你没 No，伤口的话没关系，你就是一直拿盐巴磨你的皮，磨到它破皮为止。好痛啊！不 要很强制哎，太痛了。会死，不会死完啦。蛋完蛋，要那再大见不了，了再就是见你嘴不巴完破蛋。皮，拿盐巴磨下去啊，哦，可是你的嘴嘴巴巴破就皮会就张得还很好。大很开，有，啊，对，大家都有试过，有事有感，拿鱼子酱搞不好是吃也是一吃，我真的没有吃鱼子酱诶，啊不就只剩鱼子酱那种东西不就咸吗？对啊，干抽呀！它都是腌制的，嘎抽呀！妈的！可是我现在都还没有稻草人呢、那先给我收吧，我好像快结束了。哦。哎，你不是有，你有没有任务要那个防风草？有，我拿一颗了。好。阿斯还有什么任务要防风草？防风草的好像，任务。就是主线呢。主线的有了啊，主线的喝、没了，那就卖掉了哦。种土豆，对呀、啊，对呀、啊，又来种种土土豆，豆，土豆，可是土豆来不及，为什么来不及？为什么？今天又礼拜二了，那礼拜二没有啦，我说来不及是那个啦，那个13号买草莓，还不如留着等买草莓好了。那这一片要干嘛？种防风草。我想想，好，可是因为晚我们现在买安，了，我们到时候就没那么多钱买那个啦，晚安，晚没安，钱买草莓。没有理由，但说对不呀、清。啊，我很穷，五面包啊！来来来，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哎呦，有了，收到面包了，赞呐、啊！阿嬷家的面包。对、欸，阿嬷家最多吃的，可是阿嬷家吃的都是在垃圾桶。允允晚安，晚安晚安，哦，压死。来，我们要来赚钱啦！赚起来！阿麦面包，哎呀，阿麦面虽然包，有点远呢。哦，挖到古代种子了，好爽哦！哇哦，你怎么挖的？就是耕地吗？
就是我在地板上走到乞丐家旁边的时候挖了一个蚯蚓，还是就蚯蚓哦。好爽啊！有，我今天带稿子出门了，可以挖，可以挖，没有错。玩果汁战、嗯、王哈玩果汁战哦玩果汁战呢玩果汁战我以为是玩果汁战玩果汁战哇好暗哦晚安晚安我要先去睡不然到路上会被罚钱去睡觉去睡觉就是这就是订200个面包拿不来全部报废品哎呀好给你看给你看对啊，然后我就在帮忙打卡拍照 po 文，然后附近的学生就来帮忙买什么？就是有人不是跟别人订几百份、嗯，然后没去，不取货啊。嗯，那种真的是很不一样。毛屁！哎，之前看到是老师订货，说学校吃不了那么多，所以想取消掉，没有讲。都很夸张。怎么又被抓到了？我碰他的垃圾被他骂，潘尼吃香，潘尼吃，潘尼吃面包，吃，哦吼吼，没有关系，可以就留一点面包先，没有，面包好像大部分都就是普通，没有到热爱啦，可是普通，给 game， 给 game 吃，对呀，给 game 上。同业干了很多啊，我常看到啊。嗯，那种很多，就会恶意骚扰啊，很不优，很 low 品。对啊，做人啊，人品很重要啊，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那会是什么味道呢？味道。去睡啊！打哈欠那么大声。嗯哼。睡觉时间到了。等一下，这个超像一只猫。把手吊在天花板上面荡秋千那种感觉，已经过很久了。哪里啊？屋顶上啊，一只猫把手举高高。哦、oh. ，哎，矿车的是哪一个、啊？哪一个熔炉？旧矿车的熔炉。熔炉。给你们看啊！给你们看啊！给你们看啊！可恶！
只要盘你没看到就好了。哎、啊，你就躲在那边。机车。来啊，是不是很爱看？很爱看，来啊！我才不在乎外人的眼光呢。可以可以。哇，好多人哦，都来看我直播的、哦。好多人。谢谢谢谢，来看我直播的。直接看你直播翻了是。就这个啦，订了一堆面包。就是有人订了一堆面包啊啊，他就是卖不完啊，我现在帮他回收啊。对啊，帮他清理一下库存。对啊，你们这些正义魔人。哎呀，疯了！喷这一周五。有一个，有可能还看我直播的了。又来了，又来了！大家看起来。啊！忘记拿山洞萝卜来。山洞萝卜，山洞萝卜 ，carrot。时候到了，就是你不管怎样都抽不到 SSR。哎、欸，潘尼来了，潘尼来了。在哪？在哪？在哪？下面，下面，他走。没事，没事，没事，他看不到我。啊，好。我在认真工作。我看到他，我看到他了。嗨，巧遇，你是来找？没有，他只是回家，他没有看到我。都要关门了。嗯，就是。那我那等你可以做稻草人，我再来放古代那个铁锭呢。哦吼！探几的铁锭。哦，是翻垃圾桶同号啊！来来来，我一定停你，我一定停你。同号翻了一个铁锭，好死。不是不是是我朋友流浪汉的、啊、流浪汉是不是？对对对 对, 对，流浪汉时间，流浪汉时间，我来看剧情。因为上次没有点到，所以没有加到好友好感度。网络撑不住，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等一下，差不多要去睡了。差不多了。跟他博好感情，才能做生鱼片呢、啊。真的 ，I'm so sorry。我干净，我来去看一下，看有拄到伊无。我不要怕谁？哎、欸，今天过完就可以，就可以过。没有浪费食物。选错了，那你选了什么？第四最后一个，应该要选第二个的，可恶！要挺他就对了，还在翻。嗯。没有浪费食物本身就是可耻。哎、欸，注意哦，十一点哦。嗯。我不会再翻乔治的垃圾桶，我要去翻别人家的。
贪玩时间。啊，来去看那个观台啊，等去困。然后半夜再爬起来偷玩，差不多。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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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多少钱？啊，稻草人！稻草人！啊，6000块！多？你还故意凑整数哎？喂。你要现在睡吗？好。不多啊，好、哦，那明天提醒我帮你做一个稻草人。好，没问题。帮我杀死史莱姆，还有明天可以探个矿坑了。是的，没错。我马被杀史莱姆。嗯。好了。棺材，棺材。棺材呀、啊！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